建哥，这里又没有美女，带你去红塔区看美女走。不去。今天是来到桂林的第二天，有个重要的活动，就是去走红毯。走了。你怎么不化妆呀？有专业的化妆师，我化啥？帮我快点跑，别摔倒了。记得去年在三亚是下雨，今年又是下雨。那赶上了怎么着？要今年的红毯衣服就是这样的。对。今年的那个红毯服装比较有特色，就是我们是那种戴帽子、戴头饰的那种。人家的比较漂亮。哎，好看。红毯化妆间，服装间。哎，我拍着呢啊！你瞅人家干啥？别偷看我媳妇，我还没看一眼，看一眼。现在你们衣服，这就是众主任的衣服，很有特色吧？那洗出去。众主任今年还自己买的礼服，你看穿不上了吧？嗯，好了吗？马上。好了，行不行？还行。妈妈的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一会儿应该还有个头饰呢，就亮晶晶的那种。我看看谁的一个。哎呀，人谁谁这个好看，是吧？哎呀，这里嘴甜。人家谁谁那个亮晶晶的，我这个怎么旧了？你这有那个岁月的痕迹。这是化妆间吗？开始化妆。去年节目你也是跟着我跑来跑去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把它擦掉也没事。这个化妆和不化妆就是不一样，你看这个脸煞白。你说啥？让人家把眼睛给你画大一点。对，眼小。把嘴也画大一点。哇，这个头饰真好看啊！这插哪儿的？插后脑勺，插脑袋上。插脑袋上。好了，马上给大家揭晓谜底啊！看看众主任化的妆。别藏了，出来吧。好看啊！好看吗？你只要不笑就好看。来，给众主任合个影，看看这是我媳妇。你谁要不认识的？啊！过来看看你妈妈，看看你妈好看吗？我想用他那个大帽子，他们嫌我头小脸小，不给我用。这些都是走红毯的，都在这儿备场。那个我抢了个有利位置啊，一会儿他们就在这儿走红毯，这最好的位置。因为我妈妈就从那边往这边走过来了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2023西瓜 play 嘉年华。开始了。太多了。你不走红毯了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我把手机给你。看看你萌在这儿还挺开心的。小酒小菜，第一遍来了，喷香哥。天哪，说到小酒小菜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临沂人，每一个临沂人啊，讲他的特色是健康味十足。啊，今天太热闹了，你看这么多人，我的天，小星，跟着干爹不行啊，非得跟着爸爸呀，哎呀，咋哭了呀？真的是，不是我去拍妈妈，你不要哭啊，欢迎跟着姑父啊，有请。人家都上来了，钟主任呢，这里面排队呢。哥，我进去找一下他啊，看见了吗？在那儿呢，排着队呢，这一帮人。拍照，欢迎你、啊！再等一会儿就来了。是获得2023西瓜 play 终于上来了。狼来看一下，现在掌声欢迎的是获得2023西瓜 play 人气之星，你好，仲文。90后夫妻的生活日常，记录生活次来到西瓜 play， 在西瓜视频、抖音累计播放量达到了40亿，受到了340万粉丝的喜爱。欢迎，请来到我们身边，我仲文。好，好，人气超高。最初这个创作视频的一个契机是什么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是我老公。是老公。对，建哥哈。当时是他怎么想的呢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他当时就每天就刷西瓜视频嘛，看别人在上面可以有收益，然后他就开始和我商量，我们也做一下这个视频，然后我们就一点一点就开始做起来了。孩子宝宝也在是吗？对，让妈妈很幸福。宝宝在哪里？打个招呼。哎呀，好，现在就看妈妈去微笑，对，妈妈去美美的拍照。下次可以跟妈妈一起美美的拍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到这边，欢迎，请。之后呢，他希望更加努力的创造出更好的作品，欢迎他。哎呀，我看你超级紧张。你得怎么说？感谢平台，感谢粉丝，感谢朋友们。你紧张啥都忘了。想问一下，当时。哎呦，今天可把我激动坏了，赶紧把衣服给换下来去。哎，我能进来看看吗？想得美，衣服要还回去啊！我都不想脱了，太好看了。给大家说个有趣的事情啊，众主任化完妆之后，那个手机面部识别都不识别了，识别一下。看看不管用了。
感觉没变样，他手机怎么不认识我了呢？我妈妈卸完妆太傻了，小心她打你。哎呦，别拍了，我的天哪！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红毯走完了，事情就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。